以是福相救人，我是小镇。利格海棠呢是一种花色多、花型好看的植物，但是很多朋友都说它不好养，买回来没几天就会出现各种问题，干叶、干花边，严重点呢就是烂根了。那春节买回来的利格海棠啊，一茬花开完之后就死掉了，根本熬不到春天。那相对于这个四季海棠来说啊，这个利格海棠呢还是比较难养的。这个四季海棠啊，在我们南方呢都是当成绿化带植物来养护的。四季海棠啊，开花呢比较小，但是对养护环境没有太大的要求。这个利格海棠呢，开花相对比较大，养护起来呢也会难上一些。但是啊，我们养护呢只要注意几个养护技巧，利格海棠的养护其实啊也并不是非常的难。小镇这个呢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买的，那等春天的时候呢我重新给它换盆上盆啊，现在呢又开花了。那我们养护这个利格海棠首先要注意的就是，刚买回来带花苞的利格海棠不建议给它换盆，可以等到它一茬花开完之后，等春秋天啊天气呢比较适合的时候再给它换盆。换盆的土壤呢，我们可以用泥炭土加上珍珠岩3:1的比例混合，这样疏松透气的土壤有利于啊它的生长。那利格海棠的适宜生长温度呢在18到25摄氏度，我们平时养护啊给它放在充足的散射光处就可以了。那春天养护它是毫无压力的，夏天呢我们最好给它放在阴凉的地方，否则高温啊就容易导致这个植株死亡。利格海棠啊，它浇水呢也是一个难题，因为它的毛细根啊比较多，平时我们如果浇水过多呢容易导致盆内积水。我们可以采用啊这个浸盆法，用一个深一点的托盘，然后我们往托盘里面给它加满水，把花盆啊放在这个托盘里面，这样啊它就能吸够水分了。利格海棠它对湿度的要求也很高，平时我们家里的空气湿度啊根本达不到它的要求，我们可以经常呢在这个植株周围啊给它喷雾来增加空气中的湿度。那我们平时使用的这个浸盆法也能相对应的增加一点空气湿度。那但是啊等这个土壤吸够水分之后啊，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托盘里面的水给它倒掉。那春天呢是利格海棠的生长旺季，我们可以每个月给它来一点复合肥，现在呢还是它的花期，我们还需要注意增施磷钾肥，这样子有利于啊它花芽的分化。那等进入夏天呢，这个利格海棠就会进入一个短暂的休眠期，我们需要停止给肥。等进入秋天，气温慢慢下降之后，利格海棠呢就会逐渐的恢复生长了，我们再继续补充养分，这样子等到秋天它还能继续再爆一波花。那今天呢关于这个利格海